说实在的，关掉摄影机这个其实也是实境秀的一部分了、啊。为什么我也看到 Aaron 的那个手红那个，我从头到尾都有看到。为什么？然后你这样，然后我看到。不是啊，不是关掉了吗？从背后 big hug and 就是你们在垃圾的时候就是。我谁在垃圾？要给大魔王掌声鼓励。他也很强哎、欸，对啊，好会套话哦。其实这是蛮夸张的了，但我觉得蛮这也很好笑。我没有什么追，因为他们酒量真的太差了。他们自己在那边讲自己酒量很好，但是就是真的是一下全部都倒了，然后这边发酒疯。就是当所有人都发酒疯，然后我觉得我还好的时候，就会突然有点觉得说好，我可以休息。公司我要买下来好了，我直接买。我们可以买下来吗？你现在收看的是。本集节目由国泰人寿永恒守护 Deliveroo 护护送赞助播出。欢迎收看《不要自招玩》。好了，我们马上来今天的一日系列，请看。太快了，太快了！我跟你讲，这个笑话太快了吗？太残酷了。怎么说？今天没有一日系列。今天没有一日，我们拍了那么多一日系列，没有一日系列。你忘记了吗？我们要休息两周啊，抢救了，两到三周，抢救了。抢救了，而且我们休息的理由，台哥你说，我怎么那么年轻？我快点，不要自己，不要自己 Q 好不好？没有人要 Q， 自己在那边 Q。我可以那个嘞，大家注意到，我可以，对，晒黑了，台哥，哎呦，这梗好啊，这梗好，我跟你讲，文文，你这是从影以来讲的最好的一句话，是不用在那边，哎，文文把我已经懒得打了，可是按照规矩，真的太好，真的。我跟你讲，文文讲这句话真的，我跟你讲，第一，懂得孝亲；第二，他呢很幽默，好幽默，你知道吗？第三，好难得被夸，可爱一点，自在，你知道吗？非常好，非常好，太好。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哎哥，你好回春哦，真的回春嘞，对呀，真的是掌声，好像回到三十八九岁的感觉。哦吼，真的好黑，怎么会黑的？你刚迟疑了。真的，怎么会黑成这样？我刚才想说三十八好像跟我一样大。我跟你讲，这样子就有点好像就不对了。好，不过你这样就是，他们尽量去聊天，你都听 take 我的画面，好不好？真的变好年轻了，好黑，我直接不行。你那个头很亮，黑到简直是抹鞋油在头上，你看一下有多黑。很亮哎，你过来一下，什么叫抹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过来一下，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是抹鞋油没错，对不对？是这样。把我的这些。而且发质感觉很好对啊，而且你看台哥，你看怎么样？他是不是G2？你看完 Q 这个，没有，真的好棒，我真的这今天这个来宝，我真要感谢一下 Kino 桑，他真的是这个帮我弄得很好，他那家店的不错，那家店叫做是，我忘记了 ，Holy Hair 吧。Holy Hair， 所以我们不一定是 Holy 一样的脏一样的 Holy Hair， 不一定是 Holy。不是 Holy Crap， 也不见得是 Holy Shoot， yeah， Holy Shoes 不会，不一定 Holy Hair， Holy Hair， 谢谢，非常谢谢，敬重，好不好？染的真的，All Kim All Kim 啊，我真的，我从来没看过头发怎么黑成这样，这个好年轻，你自己蛮得意的，对不对？会不会不太自然呢？啊，还可以啦，而且很少看到这个时候还可以长一些新发。哎，对对对，幼毛，我最近又有一些幼毛，一些胎毛又发出来了。你是不是去植发？没有，我还需要植发吗？你是真的长了？真的长，我怕植发植这边 QQ 的这样怪怪。我跟你讲啊，植发植错对不对？植到黑人的头发，我怕植到黑人。哦，阿姨去你家扫地，然后把收集到的毛发拿去植发，知道不用吧？植到错了，好不好？植到世界尽头，真的植错了。你听我说 ，OK， 你现在就有点上瘾。怎么说？你先一弄，然后我们全部这样夸奖你，然后妹都说哇，台哥好年轻，你就有点沉迷在这里面。沉迷了。下一步你就会去弄鱼尾纹，然后你再抽眼袋，最后戴放大片。我靠！我跟你讲，这个我不去弄的。为什么？因为人他是会老，老了他有一种智慧的褶子，这叫智慧的褶子，你知道吗？褶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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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褶子，褶褶子，
好吧，这就有智慧，就是代表你是有岁月的痕迹在上面。智者 ，OK， 智者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哎，拿一杯水给我喝一下，拜托。水水水，你口渴了？口渴口渴。有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两个商人，他说：“哎，您是智障吗？”他说：“对，我智障。”他说：“我是犯贱，一个卖贱，一个卖账。”哎，我想这个干嘛？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是制作账的，制作手账；一个是贩卖贱的。所以一个人犯贱，一个人智障。奇怪，这应该是你的笑话。这还要这我这还要解释给姑娘听，你她听不懂。对啊，好啊。哎，你们有看到我刚刚很高速的自动消音，你她听不懂。好。好，这笑话好吗？对啊，100年，是从蔡哥那听的。这笑话好听，很久了，很久了。我第一次 get 到你的点。好了，我敬大家。好了，大家看到我的头发这么开心，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好，那就到这边差不多了。然后下礼拜准时收看，想走了，好不好？哎，怎么样？今天来考成语了，大家来写一些自己觉得很难的成语来。哎，三下这么突然，来来来，来了，波多野结衣。我跟你讲，成语。现在大家一人写一句，觉得好突然，非常难的成语来比一下。哎，太突然了吧！来，就这样，因为我们时间不够，要拖一下，快点。我跟你讲，等一下再拖。再说吗？我跟你讲，等一下再拖。我们先做一件事情。怎么说？今天不得了，看一下这边。休息中。休息中。We are open. We are closed. 镜头前面是 We are open. We are open. 来，再看一下这边。怎样？不得了了 ！Deliver zero zero. Deliver deliver rule.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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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送互送一个新的呢 ，order 就它就是哎外送 APP 会送食物到你家的，是这样吗 ？Online 的。那我就要问一下，我随便提一下，随便提。比方说我们要买一个，原来是一碗60块的肉羹，它要加多少钱？原来是就是。就是60块啊！屁啦，那他赚什么？那运费呢？不可能啊！对啊，哎，运费是多少？加多少？目前是零。什么东西？运费是零？真的？目前不可能，不可能！等一下，我要重问，我再问一下。我现在这个店哦，我平常常常去吃这家店，一碗肉羹60块，我想吃一个肉羹60，再加一个，比方说高丽菜崩40块，这样100对不对？这样加起来100，我平常去吃是100，那这样我 order 请他送过来，这样要多少钱？如果要加运费，可能未来是300。150嘛，对不对？150免运。哦，那150以上。150免运，对，真的假的？破哎，那很容易破。我随便点都1500。还要问吗？要不要帮你问？真的吗？你随便点都1500。不是，等一下，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有一些外送的平台哈，他会给一个菜单，可是那个菜单的价格呢，他已经打给了呀，你懂意思不？比方说他吃这个东西变成是100块，很多是这样的啊。对啊，那但是呢，我实际到那个店头那边去吃，有没有？他才60块。可是他送来你家应该的啊。对嘛，所以我才会问说他这个是怎样。那你问这干嘛嘛？不是，我叫经销，你问这干嘛嘛？你问这干嘛？因为台湾人贪小便宜，我们要问说他到底便宜怎么样？你懂意思吗？我跟你讲，我叫你呢，台湾人没有贪小便宜。啊，没有，节俭成家。等一下，我再问一次，啊喏 ，deliver 呢？只要超过150，就免运费，对不对？对啊。那这个价钱是不是跟我在实体价里面、实体店家里面吃的价钱一样？一样吗？一样吧？还是一样吗？还是一样呢？一样啊，一样啊。对啊。阿牛，哎，大家啊，弄完这间，真正我来改变。你买，我跟你讲，150以上就一样啊。150以上很简单啊。啊，对啊，我的意思不是，你现在还没懂我的意思，你懂不懂？我知道他店家的价钱跟。跟他菜单是不一样的，对，有没有一样？他们说一样吗？店家是60，他这边就60，所以我点200免运费。用心，得用这根，真正。滴滴吧，我白给你骗。滴滴吧，因为很多东西，他那个这个账单有没有？他的那个原来点的那个价钱，跟去店家吃的价钱齐不感。可是我跟你讲，但是一样的东西。听我说，你讲叫外送 APP 的人，大户是谁？就是我。本人在下，我跟你讲，最在乎的不是价钱，是他的品相会不会送到，跟送的速度。坦白是这样讲，因为我肚子饿叫，我很希望很快吃到。我告诉你，所有的外送 APP 最快的就这一间。怎么说 ？Deliveroo 平均送餐时间多久？1500秒，快不快？1500秒，快不快？1500秒。一千五百秒就是20分钟嘛，26分钟，26分钟嘛，26分
26分钟，半小时内送到。你在家里这样1500，1499，数到零就到了。为什么要换算？我就是说我在家里打完电话，挂完电话，二十六分钟要到，是不是？就到了。没有到最快的，这还可以。没有到，没有到，你就骂他，你说、欸、你怎么没到？他说我拍摄，他说哦，下次一定早。对，下次一定会到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不然你想怎么样？我以为他会多送我一根冰棒。我跟你讲，现在这个 APP 呢，目前因为它刚刚 online， 对不对？嗯。现在全台北市涵盖率100%了。新北呢，目前是中和、永和、哦、南四角、板桥。哎、欸，那我问你一下，比方说，我住在东市。东市，东市嘛，你知道东市买骏，买骏嘛，东市买骏嘛，东市买配头，其实买长长边嘛，南市买配头了，北市买鞍边，什么东西啊？这是你的梗吗？这是你的梗是不是？对，他如果不会东市，他是泱泱原谅他，或者是没事的，等一下，没事，好，没事的，再讲一个，或者我比方说我住在梨山，或者说我住在水里，或者住在埔里这种地方，请问有还有吗？有这个，你觉得呢？你是如果你是这家店的老板，你觉得呢？为了服务大家，我决定还是开在台北。可能会变成离山叫得到，只是他说是，比如说你刚你讲的哈，你最喜欢吃的什么饭加什么饭100，对不对？对。然后他运费是2600，总共2700，然后送去你的店。加高铁。要从台北骑过去太远。OK 了，不要再怕啦。二十六分钟可以啦。我跟你讲，口说无凭。哎、欸，可是让我现在就觉得奇怪啊、欸。你还要再拉回来抢是不是？来，你说他的利润。有吗？真的有利润吗？店家会给啊，是行销费嘛？这样子。对啊，你要这样想，过得去就对了。当然过得去。好了，决定就这样了 ，OK 了。我跟你讲，今天不是来？哎，等一下，怎么样？那店家会不会因此？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要进下一个步骤？我就问你啊，我要进消费者问清楚。你说店家会不会因此而缩减它的内容量？会不会？不会啦，绝对不会。不会啦。好，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下去是他有的，我就去吃。几公克几克，你别都给他点了。我跟你讲，你很明显你是没有读过今天的 round down。怎么说？你误会了，他今天不是来嘴巴打打嘴炮的人就走了。他现在呢，看我旁边，我旁边放一台手机。这里，到了，这里手机啦，手机。随便你怎么点，想吃什么就点。我的眼镜呢？好，洋洋，我跟你讲，洋洋老花眼镜，那张纸拿来，那个不是菜单，菜单密码。这边哦，上面好多、哦，谢谢。我都还是你先看这个，这个有那个比较好看。不是、啊、我看，嗯，来。哎，这个好，这个好。台哥，我跟你讲，哎，这个好，哎，我跟你讲，这家好。有没有人要做节目？我现在先跟你讲，诚信传统鹅肉店这家很好吃，我不会骗你，我吃过，真的好吃。它诚信真的好吃，这家好吃。永贞店在，好了，美食买了买了买了，这可以这可以。好了，各位观众，这可以这可以。你们先这样忍受大概十米露，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这看就可以，这家可以这家可以。好可爱哦，包可以哦可以哦。三杯铁板卤味，可以可以可以，这看起来可以可以。文化麻油可以可以可以。我跟你说，文化麻油记得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会想说哇这节目怎么这样，后来他就不管，他说哎、欸、我跟你讲真的那个鹅肉真的很屌。哎，注意看注意看注意看，你加我们一起买。哎，这每一家都很好。北兰阿姨商好，哎，北兰好吃，北兰好吃，北兰好吃，北兰阿姨好吃，我吃过，北兰真的有过北兰的好吃。哎，你们不要光看点了，我们今天是无上限的，北兰阿姨的，北兰的真的，哦，这上本丁铁板的可以可以，这家可以，你快点点好不好？一方一方有送，你快点点，点点点点点，我们去过一方，肥兔子，哎，这每一家都很屌哎。余悸杏仁，哎、欸，现在马上就去点，就在楼下，你现在就去给我买，快点！我加 APP 就上来了，上来，赶快，赶快！你快点操作啊！我现在就等点喽，我先点喽，直接点了，直接点了，我点喽，先点杏仁，我不管，我先点那个，你点，传统鹅肉店，快点，你来点，我不会点。台哥想吃哪种套餐？鹅肉啊，哦，它是套餐的哈，有套餐，套餐的是不是？套餐的特鹅肉面、鹅肉汤、鹅肉面、鹅肉米粉套餐都很好吃，怎么办？三样小菜，鹅心肝，我跟你们说，台哥是这样，他除了美食是废人之外，他饿的时候会有选择障碍，对，他会不知道怎么选，所以他豪华特餐啊，鹅腿烫青菜香葱什么什么，这个可以，鹅腿一个好够了，好，是我个人的，好，你们要怎么干一点？先点北兰好不好？好啊，先北兰阿姨，可以北兰阿姨，他是很厉害，北兰阿姨常常什么东西快点，你手上那张不是，他一张单可以跨很多店，嘎抛猪肉饭是什么意思？对吗？打抛猪肉饭，好啊，按什么？搞不出来，叫咖泡炒泡面来一个。啊，炒泡面好像好吃。好，炒泡面，可以吗？可以吗？耶！好，就这个好。家里透熟，半熟蛋。炒泡面来啊！家里 OK 啊。好了，再来。你这种刚好吃两面，你这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哪一个？
花生厚片，花生厚片，然后一个一个。我今天还有别的事要做。你要吃巧克力厚片吗？哎、欸，坤达哥想吃什么？巧克力厚片、花生厚片、奶酥、花生片，吃杏仁豆花。好，杏仁豆花。想吃豆花。杏仁豆花，等一下，下一个。好，下一个，好，走，跳。OK， 无花果丝炸，你要无花果丝？什么叫什么？好，等一下。我们去吃点一房一杏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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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你要什么杏仁？这里有很多种吗？有，有热杏仁、热紫、热杏仁冻、热杏，还有热杏仁糊，冰的，冰的。有吗？有吗？还是你喝枸杞红枣、杏仁豆腐冰？哎，不是，那是冰。杏仁雪花冰，好不好？雪花冰，雪花冰。我不要，不要，我是问你要不要？要杏仁雪花冰？还有什么？杏仁哎，黑糖雪花冰。哎，等一下。他好像要先点完，要不然他会被取消。我放屁了！哎、欸，你们没有人用过外送 APP 不会吧？刚点过了不是吗 ？OK 啊。他说要先查看，他先结账。这是才哥放屁了，是？放屁就放屁啊！快点啊！怎样？有了。结账要先结账，要不然打不行。为什么要先前往结账？要不然他要一家一家结账。是吗？嗯。快点结账，快点结账。一家一家点是，一家店一张单，一家店。对不起，我问你是一家要一百五，还是全部加起来一百？一张就是一百五，所以一家哦哦，每一家都要超过一百五啦。哎，给你，给你，快超过一百五，快。有，他正在。什么事情？怎么超过一百五？泰哥这边什么事情？好。啊，刚刚那个鹅肉没有，鹅肉有啊，270耶，怎么样？有两个怎么样？鹅肉270啊，怎样？鹅肉是没点到，有啊，鹅肉自己讲，你说什么事？没事，他刚怎么了？没事没事，他刚放屁，再一次没有，没有点到吗？刚刚没有，因为他要一家一家结账。哦，他是点一家结一家，对不对？然后每一家都超过150就没事。对，简单，简单，我们赶快结账，结账。我跟你讲，节目昂到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真的也是不容易。你们俩在干什么啦？你刚放屁。然后呢？他死掉都定五了，死掉死掉，因为你把他抢出来，他刮掉定。他刚刚不是有讲吗？是啊。你刚放屁吗？放屁不会很可耻啊 ，OK。没关系啊，我都大便了，没关系。对啊。对啊。没有声音。我没闻到、啊，而且我刚刚在后面看那个手机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这样，我刚放屁了，然后我就宣言，我就全部都听到了，先预告，温泉硫磺外泄，哦，温泉硫磺弹，对他刚写的硫磺弹写，温泉硫磺，温泉硫磺外泄，你怎么刚好好了没？好了，好了，继续哦，好继续。杏仁，杏仁，杏仁快点！哎，杏仁，杏仁，杏仁可能杏仁比较要点到150。哎，你们听我讲，我给一个建议，建设性的建议，好不好？你们稍微那个选一下你们想要吃的，然后你剩下的叫阿良点就好，两个吧。有没有人要做节目？我就问一句。可以选配料哎。后面很多事情要做，有没有人要做节目？够了，够了。失控。对，可以，可以，都两个都绿豆。好好，两个绿豆。而且我跟你讲，台哥一个人失控就算了，是洋洋拖着陪唱。让这两个人点餐，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对，还是我们先这两个人的麦先收掉，然后我们镜头拍这边，我们这边先做。不点配料，不点配料。你看，完全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啦。真的。还在想吃什么？全球一万人看你点餐。哎，你们想吃什么？哎，你们注意哦，你们注意，先等下，你们注意，你先等下，先不要点，你们先注意。雪花黑什么？这才叫做放屁，有什么好害怕的？对呀、啊，害怕什么？来，继续。观众想说这是什么节目？大家还以为是有什么爆裂物。弄完没？弄了没？弄完了。弄完了，好，下一个。下一个，快点。那我要结账喽。结账，结账。好。有没有超过150？最主要，我们不能付费哦。200是免费，对，免费好快。我跟你讲，你们绝对没有人比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无奈感，那种无助的感觉。怎么有味道？有。你说台哥放屁？好像没有。是快点，你们要点什么？还要想要吃什么？柯南要点什么？够了吧？我们也够了吧？哎，还是点一个饮料啊？不不不，我们也帮兄弟们点一点。对啊。哎喂，哎，你们要吃什么？对啊。你们住手！兄弟们的，我们自己点。你们不用在那边弄，好好做节目。哎，肥秃子美式餐厅来了。来，我看肥兔子一定要哇 ，barbecue 猪肋排，沙拉，哎，挪威龟粒菲力，鲑鱼菲力，不要，这个不要，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哎，汉堡上面，棒汉堡是什么？棒汉堡来一个，胖，
哎 ，Hamburger Go。哎，我是想说，嗨，哎，我是想说，要不要做节目？我们做一下节目嘛，哎，对，肌肉上，要不要做个节目？志源，志源，志源，酱源，酱源，酱源 ，Yogurt， 志源，志源，要不要做个节目？怎样？好了，来了，可以，好了，好了，失控完了，好了，各位，参到了吗？你才钢铁，钢铁吗？是复仇者联盟在送，是不是太快了？哎、欸，我突然真的太乌黑了啦，真的不行哎、欸！你像时光倒流，我不习惯，真的，我怎么会这样？太乌，太黑了啦，真的。好年轻哦！真的在，不可能，我连小时候都没那么黑过，回光返照，太黑了，哎、欸，太离谱。听我讲，不要再弄这个光，怎样？听我讲，黑头。嗯网络前面的观众，对不对？看你这样失控这样定，是不是羡慕？羡慕。告诉你，优惠来了。来了吗？今天下载，对不对？输入是不是有字卡？秀个字卡，输入优惠代码木曜四超完。哦，怎么样？首次次订单满250立折100元，可折4次。哇，这么多，折一250折100，这个比例简直是将近百分之多少？40%，差不多。对啊，差不多了。这样照现在才算出来吗？对，我零一百不就40%吗？就讲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你是什么差不多就是40啊？差不多，对啊，什么差不多就是40啊？输入木曜四超完，四是罗马字的四哦，一二三四的四，要输入对哦。对，400的1/4。那木曜四完超有没有？木曜四超完也没有。哎，我觉得这个优惠太超四完太多了一点，还是把这优惠再回馈给木曜四超完。哎、欸，变成我。请问你停的400要干嘛？哎，首次单折100。我们想说，就一次把它用掉，然后就1000都不用花了。哎，这讲什么？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怎么说？你要怎么谈，你知道吗？你刚才讲说，你说，哎、欸，迪丽发露这样子啊，你的四单250折100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先把那折的400先给我。没有啦，因为然后我保证我后面会跟你订。哦，会订到订满。先拿400嘛。啊，我这个月我一定跟你。你不能这样谈，就是250折100嘛，就是20%的意思嘛。反正就是大家不管订多少，就是20%先给我们。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员工大概有100人嘛，叫他先拿20万过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400，对对对，先拿20万来，我们先入账。因为听到裂帛之音，刚墙壁裂了。刚听到裂帛之音吗？有。以前啊，妹喜听到裂帛之音就会鬼夹起来。你知道吗？敢问妹喜是妲己的妹妹吗？不是啊，妹喜是妹喜是妹喜，妹喜是夏桀最宠爱的一个鸡啊。我以为是广东话。妹喜，妹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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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喜了吗？妹喜了吗？妹喜啊！谁啊？裂帛之音啊！听到裂帛，就把衣服这样撕，这样，所以呢，他说以前夏桀就这样，哦哦，大妹大妹，他是这样。然后诸侯就诸侯就会过来，就这样。诸侯就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妹说没事没事没事，这样骗了很多次以后，诸侯就不来，就这样。好了就这样，是不是？好了就这样。妹喜妹喜来了。好了，我跟你讲，我们节目继续走，等一下呢，哦外送到的时候，妹喜是妹妹的妹。你要不要做节目？你讲，我好不容易拉回来。你讲、啊，我们节目就开始进行喽。好、哦，外送开始外送喽。等一下东西到了以后呢，我们就边看影片边吃，好不好？好，那我们等待的时候要做什么、啊？好饿，不得了了，不得了！我可以换牌了，对不对？不不不，我不想换。我觉得迪丽巴路不错。换了、哦，换了吗？换了、哦，哎、哦，换了、哦。迪丽巴路，迪丽巴路，迪丽巴路，快起来，快起来，嗨。待久不，这个也可以啦。哇，哎呦，月春欢迎你。是一家面包店是不是？哎、是什么呢？坤大哥，这就我要先出去吗？你可能要先出去。我先。你要去哪？我靠，不要录太久，可以进行节目的流程。那你就那个，就早点 Q 你是好，知道。好了，这个呢，月春欢迎你呢，是我们。三立的年度大戏，没错，年度大戏最新的周日偶像剧，这个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可以说是有偶像中的偶像，偶像中的偶像，好吧 ，idol 中的 idol， 偶王之王，他们一起这个演出的，是这个戏呢是在每周日的晚上10点台视主频道、欸，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先不要讲了，不能讲，
我们节目的规矩不能讲人家频道三亿偶像剧，对对对，不能再讲了，要先赢过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宣传，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调性。就算是、哦、我们不能这样子、啊，主持人也是一样，内举也是要避亲的、啊，这样子、啊好好，所以我们连这个话都不能讲，不能讲。所以他不是在每周日的晚上，对，不是不是不是，先不是，先不是。而且你两台哪一台不好讲，你就先偏偏先讲个台式，你应该先抢三立啊。他明明就是五月五号先播啊。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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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好不好？来了来了，好了，那就欢迎我们的两位男女主角，欢迎欢迎。还要再一个椅子是不够，再一张椅子，两位有了有了。这边那台哥你坐中，来我坐这边，你跟女主角，那女主角坐这里好了。对，坐这里。女主角这边请。你好，你好，你好，这边请。哈基梅吗？啊，哈基梅吗？是的。对。啊，坤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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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面，你好。好无聊，不要恐，无聊。你好，你好，这边请。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好了，大家就坐了。马上来聊聊《月春欢迎你》啦。这个戏，我跟你讲，怎样？传统节目都是这样宣传，对不对？对，他们两个人进来，然后就聊一下，说拍这个戏的感觉，剧中扮演的角色。是是是是，我已经差点就是传统老套要出来了。我跟你说，你没有提醒我，就说啊，什么时候开始拍？这是什么人物啊？怎么怎么？你说，我跟你说，但是这样，网络时代不用，没有这样。那他们上网一查，就欢迎你所有的资料自己看就好了。然后时间到了，电视打开看剧就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厉害了，我们要挑战。哦，坤南哥今天就是以男主角的身份跟女主角，哎、欸，你至少名字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称呼女主角？剧中叫什么？宇宙，啊，思雨，对，思雨，我叫林思雨，然后对啊，很难记，可以叫宇宙，对啊，人家都叫宇宙，无救的哟，我刚刚有讲错吗？无救的哟，戏中叫什么？南月里，月里，南月，南边的南，月亮的月，礼貌的礼，好日本人，月里，月里，好，今天月里呢，月里跟达哥要来挑战木曜四超玩。OK， 他们两位，台哥你知道吗？他们两位都是硬底子的偶像派，等于说是舞蹈团体出身。有乐理，乐理我们就先不讲了。有多久没有看过达哥跳舞？啊！都跟你说，怎么有这个流程啊？再说你的借口，所以今天说放手放屁。就跟你说了放屁，不要再说你的借口，不要再说了。好了，台哥怎么样？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让达哥跟月里挑战木曜舞神。今天玩跳舞神 ，Just Dance 就没玩了。好吧，那就我来当裁判了。你当裁判？可是我跟你讲，只是纯这样跳有什么好看？有什么好玩？对，我们比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比盲跳。盲跳是什么盲跳？多盲！你们等一下三个人呢，一起给你们看这首歌，看两遍。然后等一下我会把荧幕关掉，你就听音乐盲跳。然后两组 PK。我跟你讲，木曜队就是温妮一个人，啊，就是他一个人。月春队是你们两位，不行啊！你们两位只要其中有一个人的分数比温妮高，就算你们赢了，好不好？温妮很会跳，哎，温妮，不是你记忆力很好，不是这个重点，你真的了不起。如果你们怕他有竞争力，我也是可以加入啊。真的是了不起。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加入的话，我也是加入了，加入，那我们可以一起帮温妮 ，OK 的。还可以一把再重任给我吗？还可以，他从自己身上。哎，我要不要吓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了？我刚刚差点被吓死啊！被谁吓死？昆达，你就被扇子吓死。对啊，你不要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怎么会吓到？相信我的手劲，你应该知道。OK， 好了，没问题。那我就是比盲跳喽。好不好？那我们先让他们三位到跳舞区，然后去盲记一下舞步。好，然后我们这边聊一下戏，好，好不好？我们三个没演的聊，来出去，有演的到这边来。那我输也好，来，那么思雨请啊。哦，好好。温妮，你输也没关系，你就输输看呢。对，你就输看看啊。我刚刚左肩、右肩，你脱臼了是不是？你是那个？没事啊，好啦，现在。那温妮一打二，哎。其实我去帮忙也没关系，因为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样可以吗？不如，不如红线就牵起来吧。如何？喝杯水。而且我头发已经染成这样，你爸也应该认不得了。应该是化成灰都会认得。呸！不要乱讲。我跟你讲，达哥这个戏，哇，拍了有一阵子哦，因为达哥前阵在忙，全部都在拍这个戏。然后终于说，礼拜天就要上了，五月五号，好快哦，很快，可以看一下，哎，怎么样？
我现在在想的这个外送的 APP， 我就知道什么。所以我说，如果了，我要用的话，我天龙呢？天龙呢？如果我要的话，他们可以送几次啊？你就讲啦，讲了啦，就到。什么？第一把第一个已经到了，到了。我靠，超快的 ！Oh my god！ 太快了啦！哇，这样太快不行，这样太快。太快，好，那我们再等一下。这样太快，你知道为什么快吗？你订的这个杏仁汤在 Beyond 里面，是吗？我靠，那个外送员吓到了，用走了，他没有骑车，我看发票打 Beyond， 杏仁豆腐的哟。哎、欸，这个很适合我哎，废人 APP， 我在家都可以废着，都可以叫啊。老来杏仁茶，哎、欸，哎、欸，是长这样哦。啊，这是倒进去的啦。哦，すごいね，我帮你看这个。太长，你先。就你们的。哦，对，绿豆的是你的。慢慢。哎、欸，怎么那么多啊？那东西很多呢。对啊。哎、欸，可不可以拿一个小碗？来，那个拿两个小碗分一下。那我、我本来都已经瘦下来了，今天这一餐怎么得了？都怪迪丽巴路啊！啊，台哥，你车子准备这么好的吃的、欸，我今天整个又不行了嘛！我跟你讲，台哥、嗯，你不要口说无凭。怎么样？你让大家看一下你的穿字，你今天真的有？你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哇，看到了吗？有涂什么东西吗？我告诉你，现在韩国的抽脂技术不得了，他连腹肌都出来了。我练得跟龟蛋一样，被你一句话就抹灭。手机里面化缘的影片秀出来，哎、欸，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可以碰吗？对，小姐你在吗？啊，不是啊，你很害羞、啊。可以这样子，可以摸，可以摸，你撩起来，你摸，你撩起来，你不要那个自己人有什么，你捞，你捞，软软软，还在软呢，还在软呢。你摸嘛，你这个摸，不要再摸。
现在就说哈，不能浪费，让我整个吃掉好了。有意思，有意思。好啦，那我先休息一下啦。你现在已经在休息了。赞助为什么没有温温选项？不赞助了。台中精神，你在哈拉什么鸟？好了，给我编掉啊啊！哎、欸，我们现在好大的权力啊！怎么讲？对，好大的官威。好坏，好坏，怎么讲？只要有一句话，我们不高兴的。编掉了啊！而且你竟然还知道编这个词。我跟你讲，你讲。嗯，好不好？这地方真的不错哎、欸。还是我要帮坤达哥他们。他说温宁太强了，英达哥太强。我觉得盲跳不一定哎、欸，但温记忆力很强。而且有一个陷阱，他们里面有一个有关于运气的成分。他们现在一起练舞，一起练舞，对不对？嗯。他们等到真的开始盲跳的时候，他分配到的那个角色，不见得是他现在的舞步，会有一些不一样。哦，真的假的？我们我有节目做到他直接离开，哇，这个也是中华电视史上很少见的哦。对，我们主持人去哪了？离开，阿公回来了。阿公去看手机。阿公什么事？阿公回来了。阿公怎么了？我们好 freestyle。我们这跟在你家开直播有什么不一样？啊，太离谱！哎，不是我头发实在太黑了，真的自己受不了，怎么讲？帅到受不了。不是不是，因为。不合逻辑嘛，有点帅到分手了。不合逻辑，因为他这样，因为他这样黑的，然后他旁边头这边会发亮，你知道吗？他噗会发亮，你知道意思吗？这样很好啊，对啊，就是会这样。月春把它挡住的，但你知道太危险。但超好吃。
凯哥，我去那边哦，因为他们要比赛了。我们要过去吗？你是你的。啊，想帮我们加油，我们加油。嗯，你去啊。好。你去啊。我去吗？你去啊。凯哥，凯哥，你跟我们负担。好，我去喽。你去。啊，是不是练完了？真才有跳。乐理跟建国还可以吗？不是建国，国建还可以吗？你们这三个一起，我这边把问题。孤独的美。你们就，哦，你把他抓住，你牺牲打扣他的分，然后乐理只要得分就第一名了。了解了解。我们还没得分。没问题，就来了。好刺激哦！当然有问题啊，这谁记得住？这太难了。你将拿板子来是不是，为什么？好，他在拿，我也忘了。我没有，我妹会忘记。我跟你讲，你不用太紧张了。然后那个国建这边是国建跟乐理，其中一个人的分数赢过你，你们就可以大肆的宣传。建国是建国吗？开玩笑，国建，国建的。到底是哪一个？国建，国建，不能再一次哦。不能再一次。我要不要昨天先给你背，然后今天再跳？好像可以。对啊，为什么不要？再来啊！哎、欸，真的不能看，完全不能看。哦，是蒙他了。哦，那我也是借这个哎。好，来喽。因为戴眼罩跳太危险，会没有空间感，所以我把这边遮住。哦、嗯。好，那我们就看温妮了。暂停吗？温妮是真的。你们不？哎、欸，你们不？在 C 位。你不要逼我说你们两个分两次跳。不要看他。来了，来啊，来开车。好了，那个开场十秒看得到，开场十秒看得到，开场十秒看得到，就这。谁的定位？太对了，对他。干，真的是好吃，没话讲。加油！不是在乱讲。
现在快一点，快点。比较晚。我跟你讲，以后你们那个店家哦，就开晚一点，因为我们的小孩哦，现在都晚上都不睡觉。你尽量开到一两点。尽量做宵夜。尤其是宅男，他们哪有在睡觉？因为这时候才刚刚开始醒了，以后要打开始打电话。网友问台哥说：“这个速度还满意吗？”网友这个可以哦。对，很迅速哎。诚信是不是好吃？对啊，当然说诚信好吃。来，那个桌上准备一下，下一个准备要上。哎，送很快哎。在干嘛？都很近。哦。没有，还没有啊，他现在是下个要上。哎，比数怎么样？我们再比一次啊！加起来没有比他高。我靠，毫无悬念呢、啊！直接屌面。好了，恭喜那个。你先问下白家。剧组请离开。你先。还没有，还在吃东西。来，回来，回棚，回棚，回棚。谁过来？好吃哦，真的味道。对，好，我会穿一下，你们先准备好。好。哎，我跟你们讲。我刚发现了一个真的很可怕的事情。什么事？这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等他们来我再告诉他们。等全部人到齐再讲。到齐我跟他们讲。很严重的事。哎，现在是弄第二个吗？因为送菜又来了。等一下，没关系吗？你叫白杰干嘛？什么意思，白杨？什么意思？你先不要紧张。那就收，那小郭你就收一下，稍微洗一下再把它拿回来，谢谢。等下可能还要再用。这都干净的，都还没用哦。来，进去，进去，进去！不公平啊！怎么了？什么事？啊？哎，我们刚刚这边试菜是好苦的要死，苦的要死。对啊，刚你往右坐。我试一过。好累，辛苦了。还是月理跟国建，是不是？早知道就不要接这通告嘛。我们想要冲着你来的啊。哎，达哥，这个还不是通告，这个叫做宣传。哦，宣传。就是你知道差别在哪吗？差别在一个有钱，一个没钱。OK 的，好不好？好了，遗憾那个月理不好意思，你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然后跳得这么辛苦，我们现在要请你离开了。你是还有这一套吗？是不是觉得不公平呢、啊？不公平、啊！是不是我觉得派一个武神店，你们觉得我好像很缺德啊？惨店，两个人加起来的分数还输他，简直这种是在阿公身上才会出现的行为。啊、是达哥让我太失望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舞、欸，真的？你是第一次看吗？八次是第一次。我跟你讲啊，问你有多厉害？他跳舞是不是开玩笑？我知道啊，他是可以这边跳这边，这边跳这边，左脚是这边跳这边，还是这边跳这边？他手脚他可以不一样的动作，哦，反方向的动作，大家都行，大家都是跳舞的。你不相信他这个，他这可以这样，他可以这样这样这样玩，哎呦，懂意思吗？这好像只有你会。对啊，我觉得还要比别的啦，不能只有比舞蹈就决胜负。漂亮，我们塞成这样就是为了给你们一个跑步的机会。啊啊、对嘛？我跟你讲，刚跳舞我们认了，不过你太强了，跟他比不公平。我们第二个呢，比一个盐的，因为你们月春是一个什么样的卖盐的店，对不对？卖盐店，我们是在晒盐。晒盐，我们有把盐晒出来田。哦，一个盐田的故事。他负责，所以他应该蛮强。你负责盐田，对，对我那月你负责什么？晒盐，帮他晒，一起晒，帮忙，对他有帮忙。所以就是故事剧情的走向大概就是晒盐晒盐，后来晒着晒着晒恩爱，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哦、通常是这样，对不对？你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啦。剧的走向，台哥你怎么？台哥怎么了？你刚是想要宣布一件很严重的事。哦，对对，我要宣布这个严重事，因为今天大家都来了，我宣布了，镜头 take 我跟你讲，甚至我们染发，我们年纪的距离越来越近，怎么会这样？头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OK， 那再 take 一下宇宙跟。哎，你等下，台哥这个镜头大家看，真的是不得了，我们与老的距离，真的。我跟你讲，我们与老的距离没多久，很快就到。如果是你演昆兰哥这个角色，这部戏就会变成郝柏村欢迎你。啊，这是跟月老的距离。月老欢迎你。月老。哦，月老欢迎你。OK。好了好了，来了，开始了，快点。我想第二轮这样好不好？怎样？温妮已经功成身退了，第二轮由你跟泱泱迎战月理跟国建，这样 OK 吗？啊，他叫国建，这样不公平哎、欸。哦，姓毕，
我叫碧国剑。碧国剑，有剑。碧国剑，碧国剑 ，Yeah。碧国剑，碧国剑。好嘞。好像麦克的歌。那枪啊，大回来了。呛了炸回来，一听就是呛了炸回来，呛了炸回来，给我呛，呛了炸，我呛了炸 ，L A 回来的 ，L 呛了炸 ，L A，L A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超越超越时空 ，L A， 来吧来吧来吧，开始开始。我跟你讲很简单，大家看桌上，我们精选了五种盐，高级精盐，什么叫做高级精盐？就是到处都有的盐叫做高级精盐，是我们台盐做的。第二样哇不得了，价值不菲的松露盐，好。第三个还不能闻了，先没有。第三个叫做烟熏花瓣盐，第四个是喜马拉雅黑盐，最后一个是大家吃牛排很熟悉的玫瑰盐。我先让你们两队呢，分别尝过这五种盐的味道。我不用尝了。我不用尝。如果说有今天你要还要去尝，再来做这个节目，你这对盐根本不了解，你怎么还盐甜什么东西？这他们这样，对不对？不可能嘛。啊，没有没有人这样子的，不尝就不尝了。没有，他们都已经说不尝了，我们就是要尝尝看，因为我们要了解嘛。不是因为你尝了以后，你就记住这味道就不对了嘛？听我说，你说尝过了以后呢，两队对不对？假设我先从台台队开始，尝过了以后，我会把你跟丫丫两个人坐得很近，然后把眼睛蒙起来，好，然后呢，我们会乱数这五个盐，配着肉或者是菜吃。哎，我跟你讲哦，你听我讲哦。你要把我们两个的眼睛都蒙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这样子，我们两个这样这么近，然后后来这样睁开，这样这样我不能同意啊！我也不能同意哦，我也不能同意哦，不能同意吗？这样子可能不小心吃到别人口水不好。因为我们要演出来给大家什么样是不能同意，就说我们两个是如果是这样是怎样不能同意吗？不能同意，怎么扇子都不见？我想说。央爸说：“我才是他爸的，不能同意。”央爸是他爸，他说：“我他爸的不能同意啊。Okay, ”好啊，来啊，来啊，来啊！我跟你讲，你先尝完味道，对不对？等一下不是空口吃，是配的东西吃哦。可以啊。然后呢，你们要排出顺序，好不好？两队啊，你们答对的总数多，那个就赢。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连尝都不尝，因为我纵横，我是老饕哎，我怎么可能是盐都搞不清楚？台哥吃过的盐比我吃的明多。对呀，我是怪不得我现在高血压。呸！所以台哥整个人体钠含量太高，钠老人，快钠了，快钠了，快点，快点，老，怪不得我称为老钠，老钠，老钠，不得了啊 ！OK 了 ，OK 了。哎，每天量，你觉得测试的时候是空口吃盐，还是测试的时候就要沾？我怕空口吃跟沾的差距太大，会崩。那就沾配着肉吃，你们先沾点，然后直接变成。先你们先沾，沾一点，先沾点，用沾一点，沾个口，先沾一点，用手。对，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对，好吧，那我们先让来者是客嘛，我们让月春队先尝。我跟你讲，不能尝了，尝就都知道味道，怎么尝？用猜的哦。好了，不尝了啦！我都已经告诉你什么是什么，你就眼睛不会看吗？盐要用看的就看出来了。可是你等一下吃的时候不能看。对啊，不能再看啊。对啊。你等一下吃的时候是全蒙着。当然是全蒙。味道你像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烟熏花瓣盐，我听都没听过。你听我讲，烟熏花瓣盐它顾名思义，它先有烟熏，还有花瓣。就这两个味道、啊，吃太阳饼有太阳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啊。你说没凤梨啊？你说王子面有王子吗？不一定哦，对不对？科学面有科学吗？对啊，科学有没有？没有。果汁牛奶有没有果汁？有。牛舌饼有牛舌吗？好不好？不要再闹来。绿豆汤有绿豆。你在那边跟人家闹什么东西？我在替我们自己讲话。你听他们讲个屁呀、啊！我就很想加入聊天。聊天个屁！你还知道聊哪个方向？瞎聊一通。好了，不知道你要瞎聊什么东西吗？啊，越针对长。真的假的？你要不要意气用事？台哥就不会凹，不要跟他凹，我们就是跟他来公平公正，这样是不是？真的，直接来了是不是？那大哥不长，宇宙长啊！好了，宇宙长，宇宙长，可以了。台哥长，台哥长，台哥不长，宇宙长，宇宙也没长，宇宙不长，宇宙不长，宇宙不长，坤达长，坤达长，坤达长，文文长，洋洋长，喂。真的闹，对，他自己闹了一集，然后他说：“哎，我不要闹了。”所以泱泱会尝吗？他不尝，他不尝。你要沾好了，让那个宇宙跟泱泱都尝过，好不好？不要说我们就是对他们。那如果是两个女生尝的话，他们也不用沾，他们就用手沾，就沾一下就可以了嘛。能沾一下就可以。
一般的盐你还要尝吗？你知道那个味道吗？盐是咸，那并不甜。你不要这样讲，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可能他说盐是咸，那并不甜哦。嗯，来，知道吗？好，先。刚才玫瑰盐哦，嗯，它一定有玫瑰的味道。好，少了啦。玫瑰，可能要沾一些咸湿吧。真的，真的。娇美，我的玫瑰，玫瑰对不对？讲讲嘛啦，好，你记住这个味道，盐的味道，是记住了吗？玫瑰盐的味道，好。好，那你我不会马西达噶，嗨嗨嗨，你现在尝一下那个。好，来来，数数数。好，我是专业的。再尝一下食盐，这是玫瑰的，先尝一下。食盐它还要尝？没有没有，尝一下尝一下。哦，一样嘞。很少盐是另外一个是甜的。怎么办？怎么办？好了，那你现在来来来，这个味道怎么办？这个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火山盐，一定有火的味道。有啊，我这个有清新的味道，有重。OK， 我这个重，这个重哦，这个有点重。好，来，这个啊，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不会烟熏，我不会换，我高血压，我那含量那么快，没有换。第四个、第二个，过两天才会。哦，这个，那你要记录下，这很难，你要记录下。哎，这个很明显哎。这再来，下一个，下一个最简单的啦。这个应该也很明显。这个连问都不要问，尝都不用尝。对，那闻就知道了。对呀。哎，这个也蛮明显的。好了，来开始。哎，我是没吃过松露盐的，你们都这么有信心？松露盐就是松露的味道啊，蛮明显。我们不知道松露的味道啊，松露的味道。嗯，我就是这个。请问山猪，山猪就是挖松露的人。哦，这是真的。对，山猪会挖松露。对，就是挖松露。那要怎么样？我们知道松香水的味道。开始哦，谁先？有点信心的。我觉得月春队先好了。月春先来，来啊。他们两个是可以讨论的吗？可以讨论，因为这是他们先，所以他们两个的那个讨论出以后给出正确答案。对，我跟你讲啊，这样子，他们戴上去以后，对，应该由我们出题目，放在他前面，他沾。哎，你不能搞鬼哦！我不搞鬼哦，你要真正的哦。我真正的，你不要他妈沾一堆或什么一点点不行，要正常的。他们自己沾啊，你帮他们沾啊，我帮他们吃，他看不到。那你拿一个盘子来，来，我来帮他们沾。好吧，来啊！所以你第一个选用哪一个盐？对嘛，我就我来啊，对不对？第一个选用哪个盐？我来了。你要用肉还是？我想问你们，你们想要用那个宇宙，你想要用肉还是菜？宇宙，你想要用肉还是菜？这两个不一样，它浸盐的方式不同。我用菜。你要用菜？嗯。那我们有 broccoli 跟那个秋葵，你要用哪一个？秋葵。你要秋葵？我看内行，他是个内行家。他用秋葵啊。也不贵了，其实。来，秋葵拿过来。行，我也拿过去。台哥暂停一下，两位，等一下台哥喂完你们两个吃完以后，对不对？嗯。我们就问你们两个说这是什么盐？哦，马上了。马上就回答，一个一道一道来啊。如果你回答到第四道，你说就懂。我觉得第四道跟第一道好像交换，也可以让你换。然后最后我们看你总共五题答对几题。我跟你讲啊，不要五题，就是五个里面选三个。我跟你讲，听不懂还是五题好了，来吧。不，你看哦，那就由我自由心证。你先问，来来我来了。你问，你现在问，你先在哪一个？在哪一个？我，你要让观众看到你在哪一个？看哦，都拿过来，都拿过来，都把集中啊。懂了哈。好，观众看到了，是这个，台哥是这个，对不对？对。好来。いただきます。你是要开嘴巴？はい。干嘛？没关系。不能咬，是要整个。可以咬，对。他有吃到盐吗？有。哦，这个就是最难猜的那个啊。怎么是最难猜呢？来，换坤大哥。换坤大哥啊。要猜一样的哦，这么猜不一样就不能玩了。这就是那个很像的那两个，对不对？张嘴。啊！你有沾吗？有啊。再来吃一个吧。哇，沾很少吧？因为我怕你钠中毒。要多一点。可以多一点，要多一点吗？好，那我知道，我用肉好了，好不好？你可能比较喜欢吃肉，好不好？肉比较好一点。肉，秋葵它里面那个稠的液体就是会冲散的盐味。来，
突然性。等等，好了，就可以这样子。啊啊！我靠！怎么？你沾太多了吧？没有啊，我沾的不多了。我让你们讨论五秒钟，然后我问你们答案，快点快点讨论一下。好咸哦！我只有沾一点点，是他想喝，盖子还没有开。来，我的茶给我。哦，不，快点，因为上次讨论一下问答案的。我觉得啦，就是你说很像那个，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觉得是刚刚放最高级左边的那个，对，高级实验什么的。好，高级实对是经验。讨论结束啊、哦。来，我说台哥，我就说一二三，他们两个说答案哦。来，请问你们觉得刚刚吃的是什么盐？一二三，高级精盐。好 ，OK， 记录下来。好了，没问题了。台哥，进行第二题。这么厉害，我用扰乱战术哦。真的，郭文好像现在在大润发。哎，那上次是用肉比较好，是不是？哎，台哥，给我吧。请问你这是要选肉还是选素？好，我选肉。羊肉你吃吗？吃。那对，你这样都聪明了，因为游戏胜负不关你，至少多吃点肉嘛，比较划算。说的也是。哇，台哥选的是这个对不对？嗨，这个对不对？いただきます。嗨，嗨。Complicate 很复杂，有点复杂，有 complicate me， 你复杂了我。好，换坤达。好像是那个。嗨，大家一波。嗨，那个怎么有点厌世？你怎么有点不高兴？怎么了？我哦，我知道了。那个好，那个好。哇哦，就是那个什么意思？怎么了？我吃完说很厚的。我跟你讲，如果了浓浓的硫磺味，他从头到尾五个全对，我们这边不用比。嗯，他就算全大获全胜。可是我忘记他的名字。对，我也忘了。忘了就是输。不用啦，就大概 key word。那个咖啡，就是那个咖啡色的喜马黑眼吗？喜马拉雅那个是不是？对，知道了。好了，那确定了，我要问你们答案了。好，请问月春队吃的。夜里你是不是想？喜马拉刚刚是排在哪里？右手边数还第二个？哦，第二个哦，好，那是那个。来，请问月春队，你们刚刚吃的第二口是什么盐？一二三，喜马拉雅那个黑盐。其实就它的名字就是做喜马拉雅黑盐，对，喜马拉雅那个黑盐呢、啊。各种原住民风的回答，好，记起来。应该是。好，台哥第三题，台哥第三题选的是这个啊、哦，哦。好，这次换达哥先。哦，好。哦，那个知道了吗？中间那个。不用，我不用吃了，是不是？那个最味道最重那个。那达哥是有点味觉天才，不用抢。我在里面刚好也是味觉天才。你高演一个人。来。哦，那个叫什么名字？叫什么？碳？对啊，刚刚台哥说的很火的那个，会有火冲上来的那个。对不起，有人在吗？那个叫什么？一面镜，他很惊骇。你讲说是第几个嘛？排过来第几個？中间那个第三个。嗯，了解。好。请问月春队，你们刚吃的那一口盐是什么盐？一二三，中间那个盐，中间那个盐，有点火的那个。好，请台哥出第四题。有一点感觉哦。所以要吃五个，对不对？五个。好，所以台哥现在是这个，对不对？另外两个就蛮明显，不是松露。はい、いただきます。谢谢。你，宇宙小花。嗯，怎么是菜？他有点在背叛的感觉，他想吃肉，你却给菜。好，可以，有花的味道，可以吗？思雨，你是叫月里吗？忘记了月里，月里，月里。
小丽。嗨，来坤大哥。感觉困扰哥是用舌头在里面把盐跟球鬼分开分开，对。哎，如果他们都中的话，我们就不用打了，我们就输了，因为没有意义啊，懂我意思吗？平手也是算输啊，就是跟庄家，你知道我们是庄家嘛，他们先拿21点，我们就赔了，就这样。好，好，来来，请问月春队刚刚吃的那一口盐是什么盐？一二三。松玫瑰盐，松柏长青，是玫瑰盐还是松露盐？哪一个？玫瑰盐，松梅盐，美，漂亮。好啦，来，最后就等于对吧？最后你还是要让他玩第五题啊，因为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说，他说阿北说带点五跟二好像不太一样。其实没关系，因为真的蛮咸的，好像这个没关系。哦。所以你的第五题是第五题啊，对啊，好不好？好了，还是可以改哦，你们中间还是可以改哦，可以改哦，来，嗯，是肉，对，好，第五题啊，可以改啊，哈，第五题，第五题可以改啊，哈，好，来啊，第五题可以改啊，来啊，嘴巴张开啊，可以改，来啊，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这松露吗？不是哎、欸，这跟我们喂的是什么？它跟上一题一样啊。没有，我觉得是经验的感觉。嗯，还是我们是不一样的盐。没有，他是这题答错，全部说错了。他是粗的，综艺节目都一定要这样，最后几个严重，我就是细的。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盐吗？啊，我怎么知道？哎呦，我不能乱讲，我绝对不能乱讲了啦，对不对？来，月春队，请问你们刚刚吃的那一口盐是什么盐？一、二、三，金盐。我的是玫瑰盐，那你的？我的是金盐。哦，恭喜！其实 他们可以脱眼罩了，无题了。来，请脱眼罩。我跟你讲，得分惊人哦。台哥，你宣布吧。得分9.5分。其实他们好了，讲真话，其实他们算全队。全队。恭喜月春队厉害，真的哦。最后台哥炸赌，他们就是给你们吃不同的盐，然后坤大哥的确是跟第四个是重复一样的玫瑰。坤大哥蛮厉害的，因为他那个比较粗啊，颗粒比较大颗。所以你现在是食盐王子，就对了，很强。你真的很强哎，而且你说怎么又是同样的盐，真的厉害。我想五次都给你吃同样的盐，我本来想把你咸死。好啊，现在换你了，来啊，不用玩了。你现在认输了，对不对？来不及了，不要闹了，好不好？哎呦，很会控制加班哦。当然，我跟你讲，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比赛比完了，他们现在可以大肆的宣传一下。恭喜月春队。哦，大家宣传了。现在我要问一下呢，宇宙了哈，这个戏大概拍了多久？我们拍了2个多月了。3-4个月了吧？还没吧？两个人时间轴不一样，吃不一样的盐啦。你们是拍同一部戏吗？同一部啊，3个多月了。三个月了。对对对，3个多月。所以总共是几集呢？16集，没有意外的话。16集，大概是16集嘛。对。然后一集是1.5个小时。对。是的，每周日跟周六晚上播出，是不是？5月5号是每周日的晚上10点在台视，隔一周5月11日呢是在10点三立都会台。哦 ，OK， 对，礼拜六，所以希望可以收看我们的首播，希望。所以首播到底在哪里？首播是5月5号台视啊，对，台视嘛，对对。那5月11号是我们三立的首播，三立的首播，是不是？没错，就是你看完5月5的，又可以看5月11的。是的，其实是同一集。对，你第一集没有看清楚，就再看一次第一集。对，就从11号开始看那个三立的第一集，然后隔天呢，12号礼拜天又可以再看台视的第二集。第二集。哦，是这样子的。哦，这样连续。懂了，原来是这样啊，一二一二这样子。
OK， 然后就一直看一二集，一二集，不是，就是三接着看下去了。我以为你们就只有播一集跟二集，不是。大概这个故事的内容背景是什么？这可以剧透一点。可以，可以，可以。来，请讲宇宙写说对。好。我发现这边怎么一点条纹呢？刚刚这个勒的蛮紧的，就蛮一个勒痕，蛮辛苦了，辛苦了。OK。好，这一部呢，就是我跟坤达哥首次合作，然后我们在讲的是我们因为阿公过世，然后他的遗嘱啊，不是遗嘱，不是阿公这个字是阿公很敏感，对，不好意思，阿公的遗嘱，那等一下，对，因为他可能不了解，因为阿公我了解，这边的一个专有名词，对，请你下次来的时候说，因为爷爷过世，哦好，没有在这边要讲阿公去了，阿公去了，阿公去了啊，进好，就是爷爷有坤达哥的爷爷，对他过世，然后就是他的遗。主力说我们两个要有一个契约的婚姻，然后我们才能继承这个盐田。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马上被绑定婚约这样子。那我们两个都是北漂工作的人，但因为这个契约，我们南下，然后为了完成阿公的心愿，然后我们就一起结婚。我们两个从小又是一起长大的，我们在这个月村里面一起长大。那只是就是长大之后，我跟着我的爸妈去了加拿大。你跟他一起长大。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一起长大，在这个就是你们一起长大的时候，你那时候已经16岁了，他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对对对，没有，毕竟我是从小，然后中间就有一段时间，你们俩从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样？那个月里，你说你从小怎样？你从小看坤达哥长大，你从小买 Energy 专辑写真 EP 改版到这里，哎，戏讲戏哦，哎，你看，这边形成了一个生态圈，坤达哥是看台哥长大的，对，月里是看坤达哥长大，对，这边有没有谁看月里长大的现在跳出来了吗？先不用，没有，我总有一天我先走以后，你会看月里长大，看你长大。卖够了没够？先立遗嘱了，好，继续，继续，好，继续，嗯。继续，对，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分开，然后到出社会之后又再回到这个月村里面，才会接到阿公的遗嘱。所以你们是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小情侣开始的，就对。对，小时候。其实我想问一下坤达哥，因为坤达哥他演这种小情侣啊，这种偶像啊，驾轻就熟，对不对？不要这么说，对，就像我这个年纪，还有没有机会再演这种？没有。我还没有讲完，我还没有问完，等我问完，我问的是还有没有机会演两小无猜的爸爸这种戏？你现在就否定我？其实有机会，有啊，当然有啊。首先当然有，你干嘛要这么快的肯定我？你想怎么样？阿公也有机会啊，演去世的阿公一定也有机会，就只要照片就好了。对对对，而且你看我现在染黑头发，先把这个照片留下来。真的哎，台哥你人连去都不用去就收钱，你这个多好啊！靠腰，我就随便问一个东西，早知道我就不要问。会讲成这样，卖公文啊！好了。那请问这个戏算是一个喜剧呢，还是一个文艺戏？哇，其实我们这一部戏还蛮欢乐的哦。嗯，这么欢乐的戏怎么可以没有？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演员，是像是杨贵妹、妹姐啊，妹姐，然后还有木易哥，还有佩蒂姐，然后还有才怡姐，很多前辈，对，就少了台哥。真的是，跟台哥走了，是不是？这个欢，这种欢，对不对？这种欢乐戏没有我，对不对？没有办法嘛，对不对？等我去加拿大，对不对？怎么录嘛？怎么录？怎么录嘛？这个，好吧。所以这个戏一定很有看头，有看头。对，因为第一集达哥就裸上身，重嫌偶像剧。我跟你讲，因为是饰演，所以对啊。我跟你讲，达哥，你现在敢裸上身是吧？来来，我就挑战着。今天我就挑战你要裸下身是不是？你要裸下身，你要干嘛？你要拼的是不是？你要裸下身，内容必须拿出来。今天连什么都染染了是不是？怎么样？内容要不要播了？你要播，你要换的是不是？算，是不敢播，不敢可以吗？我在这播，播台哥化缘的部分，对，化缘，化缘哦，运动化缘 ，OK， 好不好？厉害了。好了，我们很期待这个戏。5月5号是什么时候？下礼拜天哦，其实快到了，就在下周。好快哦，嗯，好不好？但是借着这个戏点跟大家这个顺便提醒一下，因为5月5号上映以后的第二天呢，
是某人的，我的是我的滑蛋的，哎。千秋圣诞啊，5月7号，好不好？如果大家全国愿意放假一天，也是可以。国定假日，蒋公逝世纪念。对对对，台哥逝世纪念。对对对，好不好？这个谢谢谢谢，那我们跟你的这个开播日期这么近，对，嗯，好日子，好日子嘛，一起庆祝了，简直就是沾我的光嘛，对不对？对不对嘛？什么路了嘛？奇妙嘛？是吗？你愿望就是给这个。对，我希望这个月春欢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戏。好吧，一个好的偶像剧，尤其我们现在要支持我们台湾的剧啊，我们一天到晚买什么韩剧啊，一天到晚买，已经买到泰国去了，买泰剧，买这些鸟剧干什么，好不好？我们买大陆剧，买这干嘛？我们看我们自己台湾自制的戏嘛。应该讲要改。月春欢迎你，我们台湾没有演员吗？啊，我们台湾没有偶像吗？没有老人吗？有啊，老人。啊！我跟你讲，台哥讲的太是不是？华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紧接着有没有？现在与恶风潮，现在是我们与盐的距离直接接了，因为真的欢迎你气势就接下去了，对，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与高血压的距离，哇，重咸的距离，对，重咸的距离，对，重咸的距离，是不是？为什么你要叫月春欢迎你？你就叫高血压等着你。好不好？先帮我把 slogan 想好。说的是那高姐要等着你，总有一天等到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月春多么欢迎你。他是一家医院成长的故事。不要乱讲，不要乱讲，不要乱说了，对，好不好？这部戏本来有点唯美，被你们讲到现在，月春欢迎你，就是台湾版的白色巨塔。哇！我问你，网友真的觉得这是在讲那个医疗剧，好不好？完全不是。盐田难道不是白色巨塔吗？哎，是。盐是白的嘛 ？#都出来。对啊，你以为盐原来是长这样了啊？不是嘛？这原来是鸟饲料，不然太咸才变成我们在吃。OK 了 ，OK 了，月春欢迎你，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啦，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播一日啊，还没播啊。糟糕！我告诉你一个更伤心的，今天没一日啊。对啊，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要继续撑啊，抢救啊，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謝謝，希望宇宙这一部戏啊非常成功。他第一次当女主角，女主角是吧？对，所以需要坤大哥的帮助，因为坤大哥在片场其实真的很照顾我。我跟你讲，我最会帮助人。你怎么了？你下次、啊、怎么帮？怎么帮？怎么帮呢？戏剧上的教导。我可会帮了，台哥可会讲戏教戏。哎呀，我这都是深夜教戏啊，深夜指导，真的深夜指导，因为他太寂寞。说的是呢，讨厌深夜指导，好讨厌。一定要记得啊，月春欢迎你啊，好不好 ？OK， 支持我们的台剧才是对的嘛，好吧？掌声鼓励的，谢谢。好了，就在我们这个支持台剧的一片声浪当中，这样好不好？对，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那个外送全部放在桌上看影片了。我靠，大家上个厕所，我把我们先看的这个影片是抢救木药，国泰，国泰。抢救！我就跟你讲，先休息五分钟。大哥，你刚刚是不在？休息去了。月川呢 ？Take a break。